一样放云端白板上，哦，所以如果你假设要参考资料的话，云端白板这边也有，OK 哈，然后云端白板今天的话是204题图书管理，哦，就这一题了哈，那当然刚刚的第一题的 A 小题哈，动作哈，第二个的话呢就洞穴窗，那洞穴窗可特别注意哦，我刚刚洞穴的时候哦，我是在它在第10列的时候把它洞起来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它有一个问题。就是你上面第1到9列就看不到，因为它被冻结了，冻结就看不到。所以记得哦，如果假设你冻结失败的话，请你再到检视的冻结窗格把它取消掉。取消这个时候呢，它就可以往上了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冻结的时候，请你确定1到10列是要看到的状况再冻结，不然等一下你没办法把那个什么。交叉分析器放在这里，因为交叉分析器要放在这边的，OK。所以呢，记得哈、哦，让它上面1到10列看到的状况下，再选取第12列哦，然后并且呢冻结窗格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那冻结你可以试试看，在卷动卷轴的时候，哎，有没有底下呢1到11列都不会动，只有底下的这些资料会动，有没有？第12列嘛，一直卷动的话呢？它就会往下卷动哦，不会动。OK，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这样才是正确的哈、啊哦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题目，它要我们做的啊。所以1B 的话就是冻结窗格哈、哦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什么？使用图书资料工作表的表格资料哦，设定交叉分析筛选器。那要指定什么呢？指定2个学院跟系所，因为它做2个交叉分析器。那这个交叉分析很简单，很方便，就点了之后它资料就出来，没点就不会出现哦。然后设定这些相关的规定哦。学院的话呢要2栏，好、哦，然后这个样式，然后宽跟高的话各是7公分、5公分，那这个是6栏，然后这样式是5哦，然后27宽，高的话呢是5公分。好，然后并且把它放到1到5列，哎，不，1到10列，就刚刚上面这个地方啊，我把它放在这个范围就 OK 了。好，那怎么做呢？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找到那个什么呢？交叉分析筛选器的位置，啊，它在哪里啊？其实有时候你们慢慢要熟悉一下，就上面的功能，每一页尽量都把它看一下。那你可以看到哦，应该可以看到嘛，右边这边第5个这个哦，有一个是什么？交叉分析筛选器，哎，就这个东西。那其中的话，它要2个，哎，2个的话呢，接下来的话，哎，它找不到连线，哦，看，哎，第一个游标要放这边的哦，这边就不要放这边，哦，放这个资料来源，它才知道说你要分析的是下面这边资料，哎，有没有？OK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当你按下那个交叉分析，你不能把游标放在没有资料的地方，它没办法帮你分析。你一定要把游标放在有资料的地方，像我刚刚我放这边对不对？按下它，它找不到。哎，你没有资料，我怎么帮你分析？没办法。所以你一定要游标放在这个范围，好，然后插入什么？交叉分析筛选器，然后要哪2个呢？一个是学院跟系所吧，我记得好像这2个，有没有？学院跟系所，然后要2个条件，建立2个筛选器，好，2个筛选器呢？按确定之后的话呢，那它会出现，它是希望说，哎，这个其实可以移动，所以按住它有没有？这边可以移过来，按住它，哎，这个要点到了嘛，它会有那个圆点哦，按住它移动，但是哦，你会发现呢，哎，学院哦，放的位置，你会发现大小不 OK 嘛，所以怎么办？设定一下，怎么设定？它第一个要我们怎么样？选这个学院之后哦。把它样式改成深色的第3个吧，我记得是这个。OK，好，深色第3个，所以点这边有个样式哈、哦。哎嘛，它这边应该是这个它的交叉分析器的样式，这是第3个哈、哦。然后设定2栏，7公分、5公分哈、哦，宽跟高了哈、哦。所以呢，怎么设定？这个学院的部分哦，先记得啊、哦，先点这边一下。对吧？这个样式3嘛，哈，第3个嘛，哈。然后呢，栏的话要2栏，所以这边有栏，输入2。然后宽的话呢，就是宽在下面，宽要是7公分，然后高的话要5公分。OK，那、啊、你就直接把它直接输入7跟5就可以了。好，啊，这个时候它就
帮你把什么学院给做出来了。OK， 那你说这个学院有什么帮助啊？其实这个学院就是你点哪一个学院哈，它就会显示哪个学院。比如说你要只要文学院，哎，文学院出来了，底下你可以看哦，这个游标放这边，底下就只会有文学院而已，有没有文学院出现嘛？哦，那如果假设你要商学，你就把这个筛选取消掉。那如果你要商学院，按一下商学院，有没有？底下的话呢，就只会显示商学院，那其他的学院就不会显示出来。那如果你要取消掉，就取消掉。OK 哈，好，那把这个搬到 A1 这个地方哈。好，那学院部分 OK 了，再来就系所。那系所要怎么设定哈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就是上面一样交叉分析器嘛。然后它的关，它这个要怎么设定？诶，要做这个吧。样式的话是深色五，六蓝，那宽的话27，高的话是5，应该看得懂嘛哈。所以关键字是这个，深色五嘛哈，这第一个，六蓝这第二个，宽高度的话是5公分，宽是27哦，所以有四个讯息要记下来哈。那我们把这四个动作做出来，这一题就 OK 了。那怎么做？第一个哈，把这个先设定它的样式。第五个，12345，应该这个吧，哈，也一样是深色五 ，OK， 好。第二个的话呢，蓝在这里，蓝有没有六 ，Enter， 哦，哎，太多了，放不下，所以再来的话，高度一样是5公分 ，Enter， 好，然后宽的话要27，好 ，Enter， 好，这样 OK 了，然后再把这个移到哪里呢？移到学院的。右边的部分好了 ，OK 啊，把它移一下。那因为它没有规定说一定要，它只要在这两列中间，所以你尽可能的把它移过来。哎，这样看起来应该都有了哈 ，OK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如果你要哪个科系嘛，你要比如说中文系，按一下中文系，它就中文系，只有留中文系出来 ，OK 哈。那如果你要别的科系，比如说你要土木系，有没有？只有土木系出来 ，OK， 好，一样啊。所以啊，你会发现这个交叉。分析筛选器哈，主要就是有点像是让那个筛选功能更简单 ，OK 哈，然后那个画面更清楚啊。你要移除的话，这边有个移除筛清除筛选，然后就全部显示了。哎，这用起来有点跟筛选有点像，只是让它变视觉化哈。好，所以二支 A、二支 B 都 OK 了哈。那再来的话呢，二支 C 啦，二支 C 的话就是说呢。他要选择什么？哦，他要下条件的哦，所以 A 跟 B 哈、哦、是把筛选器先做出来，然后呢 C 的话呢就是要你利用筛选器有没有去做筛选的动作啊？筛选什么呢？筛选条件他这边有条件一管理学院，二条件二的话呢就是管理学院的。统计系、哦、跟资管系这两个系、哦、OK， 然后呢提名的话呢它要必须包含哦，哎，包含刚刚有没有发现刚刚我们有用过类似功能 Network 或哎或关键字哦，记得是或哦，不是汉哦，或跟汉或的话是两个其中一个出现就可以了、哦、然后呢哎汉的话是两个一定要同时出现、哦、就是那这个 Network、哦跟模式两个都要，其中一个出现就帮我找出来，所以要怎么做了啊？当然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管理学院先好了，管理学院跟那个、啊、管理学院按一下，所以你先按管理学院，好，那就留管理学院嘛啊。二，因为管理学院有四个，那到底你要哪两个？统计学院跟管理学院，不过呢，它其实只能一次选一个，所以你会发现管理学院有没有？然后。统计学系，哦啊，你会发现统计学系就出现了。但如果你这个时候再点那个资讯学系的时候呢，它统计学系就不见了。也就是说，哈、哦，如果假设你两个都要同时的话，哦，怎么办？应该猜也可以猜出来，两个都要同时出现的话，必须要怎么样？多按一个什么按键？按住之后再点就可以，哪个按键？随便猜没关系。Ctrl 键，对 ，Ctrl 键按住哦 ，OK，Ctrl 键按住再按另外一个，有没有发现？它两个都出现，有没有？这两个细看一下，答案对不对？资管嘛，哈、哦，这资管这没错了，底下有没有？统计也有了，哦，
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多个哦，比如说它这边总共有很多个，那你要同时让它出现的话，记得按 Ctrl 键。好，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因为这个题名里面哈，它只希望出现两个关键字，一个关键字叫 network， 一个关键字叫做模式，所以两个关键，而且是或哦，那怎么做？其实跟我刚刚做筛选有点像，题名找到，题名是这个栏位，旁边有个箭头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你就点它一下，找到包含，文字筛选，包含有没有？就这个哦 ，OK 好、哦。然后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 network 哦，所以打个 network 嘛哈，哦 work， 哎，好，第一个关键字，第二个的话呢要或哦，不是且哦，或好、哦、或包含哈、哦，所以一样啊、哦，或包含这边要自己找一下，包含哪一个呢？就是再打一个模式中文。好，这样的话就完成了。也就是说，它基本上有三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是学院管理学院，第二个是系所这两个，第三个是包含这个或这个关键字的资料，帮我筛出来，有点像查询资料吧，哦，看确定看一下，有没有发现题名里面这个应该有这个 network， 不过你会发现它没有区分大小写哦。哦 ，OK， 也就是说里面有大写，它一样嘛，反正它把大小写就不区分，然后这里有 network 哈、哦，然后这边有模式，有没有？那这个的话应该是有什么？这有模式哈、哦，所以下面两个是有模式，然后上面两个是有 network， OK， 好，那这样应该就完成了，完成你就不要动了，就是这样就完工了哈、哦，不过有点复杂哦，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哈、哦，来。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哦。那利用这样的查询资料啦，其实就非常方便。以后你要查什么，马上点点点，输入资料，那关键字就可以很快的把资料查询出来。尤其是你资料越庞大的数量越庞大的时候哦，那越适合哦。所以啦，像有些关键字哦，比如说你想要拿这个来统计那个。一些文献资料对不对？可以啊，你把它一段，比如说一行放一个储存格，一行放一个储存格，那最后你也可以从里面找包含什么字的资料，它就会帮你找出来了。OK 哈、哦，你可以做一个全文检索都不会有问题，哦，试试看哈、哦。